董建飞，你终于落网了。走走走！董建飞就这样被抓了。云子，你的第一步棋走成了。我想不用走到第三步棋，一切就水落石出了。 董建飞为了掩护大家被抓走了，其实这何尝又不是自投罗网？为了探明杜鹃，他早就想冒这个险了。可是对萧传他们群龙无首，又该怎么办？四哥被特务抓了，怎么办？四哥被捕了，我们怎么跟组织交代呀？ 四哥是因为我们被捕的，老子出去跟他拼了！别吵了，小川，你怎么跟个局外人一样？ 四哥被抓了，这是四哥想要的结果。你这什么意思？你对自己的同志还有没有感情了？请你不要乱说话。昨天在车行，四哥的意思你都很清楚，对吗？有这事儿，当时我和猫爪还劝四哥，可他怎么都不听。我不信，哪有自己去送死的？老罗。 你是叛徒，四哥早该杀了你。不是现在马上审他吗？先把他关起来。莫凡一关不是还没放吗？把他们都关在一起。那也太优待他了。要不，先给他用刑吧。用不用刑我说了算。你先把机器接上，听他们说什么。是。 是云子吗？啊，老师，是我。我抓到了董建飞。是吗？那您准备怎么处置他？你想怎么处置？这个我管不着。那我就只好杀了他。 杂志社吗？嗯，我找一下你们肖主编。那好，我过一会儿再打过来。中村公抓到董建飞，首先想到的就是试探石川云子。他在家里态度没有异常。 让中村公稍微有些心安，可是萧传不在，却又让他起了疑。他不马上审问董建飞，是为了再等等。他知道，现在一步都不能错，错了。
就是万劫不复。接藤田司令办公室。藤田司令吗？我是中村公，我有要事想找您谈一谈。小川，事到临头了，你还有什么要说的？我不怕死，不过我死了之后，我知道这个秘密就再也没有人知道了，这个很可惜。什么秘密？我问你，猫爪是怎么死的？日本人杀的。是你告的密。李冰是怎么死的？李冰是无私保杀的。也是你告的密。老崔是怎么死的？老崔是云子杀的。还是你告的密。你一直在跟日本人联系，你就是另一只鱼狗。鱼狗是杨铁，他已经死了。宁佐不会那么傻，不会在我们身边只放一个鱼狗。你就是另一只。如果你不是鱼钩的话，把枪给我。老魏，别听他的，他瞎说。给我。好，我给你。小川，你还知道什么？我知道白鸽是谁。我也能猜得出谁是杜鹃。你这个叛徒，我要为我死去的同志们报仇，我要杀了他。他妈也太不小心了。老魏，怎么处理他们？把他们关到中央堂地下室，然后报告云子小姐。好。董建飞，你是董建飞？你怎么会被抓进来的？你是谁？你不认识我，但我知道你。日本人为什么抓你？我是被冤枉的。冤枉？穿着日本军服的内衣。哼，我知道了。狗腿子，兄弟，人在屋檐下，你还这么大的口气？人在屋檐下，老子哪天把房子给掀了？中国人不能都像你一样当狗腿子。他们不喜欢你了？嗯。你是谁？你怎么知道的？我叫莫非，我是司令部里的翻译官。翻译官？他们为什么抓你？因为吴四宝的案子受到了牵连。吴四宝是被毒死的，这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也跟他们说了，跟我没关系，可是他们就是不信。这不是把我在这关了好几天了吗？也不闻也不问。哎，不知道他们要把我关到什么时候。干过对不起中国人的事儿吧？我只是讨个保命的饭碗，这还不知道怎么办呢。
多半这饭碗是丢了。丢就丢吧，我给你指条明路，想不想听？明路。你说的是给新四军当日语翻译吧，对不对？我可没那个胆子，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像狗一样活着，也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像你一样胆子这么大。兄弟，黄金几次抓你，你都逃了，这次是怎么把你给抓进来的？哪儿那么多废话呀，我们还是聊点别的。两个男人关在一起还能谈什么？难道谈女人？就你这样的阴不阴的阳不阳的，你还配聊女人？你眼光还真毒啊！抗战前我被中统抓过去严刑拷打，可这帮王八蛋拷打我不打上面，专打下边，从那以后我就很难抬头了。老弟，我进来就不想活着出去，不过有个秘密，我可不想带进棺材。什么秘密？把身一条蛋，快。这个秘密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你卖什么棺材？就我自己知道，行了吧？治那玩意儿牛鞭汤没用，老鼠的才有用。为什么老鼠的才有用？道理很简单，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乱七八糟，你们继续，我去见司令。是。继续。真没想到你们共产党还能说这种俏皮话。看什么呢？这是说谁派你到这儿来的？什么？我听不懂你说什么。要不说我就把你抓了。我前几天就出去了，我怎么知道他们会把你抓到？为什么灯泡里有窃听器？是不是我出去放风的时候他们撞上的？我们还是聊聊女人吧。阿婆，啊，这么早就起来忙了？啊，是小岛所长啊，这个你清楚的，儿子们都上前线了，不忙就没有吃的了。这两位是从东京来的，他们向您打听个人。你们要打听谁呀？阿婆，我们想了解一下中村家的情况。哦，是中村英郎家。嗯。有，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就是他们家以前住的。阿婆，这么说你很了解他们家了？是啊。他们家有个孩子叫中村公，是吗？是，那年他们是从满洲回来的，当时回来就带着一个儿子，这个孩子可是我看着他长大的，又聪明又勤快，还非常懂礼貌，大家都很喜欢他。后来长大了去东京念大学了。哦，您是说他们家从满洲过来的？是的，他们家是在日俄战争爆发以前啊去的。
没几年就回来了。听说啊，那边讨生活也很不容易。那这孩子是在东京生的还是在满洲生的？当然是在满洲生的了。我还开玩笑问过中村太太呢，你怎么在日本不生孩子，到满洲就生了？哎呀，当时他没有回答我，只是笑了笑。我想这就是他们的秘密，不好说吧。啊，阿婆，哎，我想问您，您觉得这孩子像日本人吗？不像。我们日本人会是哪里人呐？啊，我不是那意思，我是想问问，这孩子跟其他孩子有什么不一样？当然不一样了，我不是跟你说过吗？这孩子非常聪明，跟别的孩子不一样。行，那好，谢谢阿婆。哎，大道君，我们到别的地方看看吧。在这儿，这是什么鬼地方？我也不知道这是哪儿。老罗，你还记不记得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儿？之前，我只记得四哥掩护我们，从地道里跑出来。哦，对了，魏大勇，他向你下毒手，我刚掏出枪来，就给打晕了，好像是冯阳干的，肯定是那小子干的。老罗，他们两个都不是我们自己人。我们是被敌人绑进来的。真的？天哪，那怎么办啊？好，我知道了。那么你们接下来会进行怎么样的调查？好，要我告诉他你们的调查吗？好，我明白了。满洲方面有调查结果，请尽快通知我。报告司令，中村主任到。请他进来。是。我刚才在店抓到了董建飞，我跟你商量一下，怎么处置他。抓住了共产党的头目，这可是件大事。他人在哪儿呢？关在牢房里，事关重大，想请藤殿军亲自审问他。按照惯例，都是由云子来审问的。再说了，审问共党我根本没有那个耐性。人是你抓来的，就由你来审问他，怎么样？这种人顽固不化，审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不如枪毙算了。把他枪毙了，你就不想从他嘴里掏出点什么吗？我的任务是抓杜鹃，这些共产党对我的行动没有什么帮助。那就还按惯例让云子他审问好了，他总不能一直待在家里嘛，你说呢？我没有什么意见，那就请藤天君出面告诉他吧。等一等，英佐那边有些情况，这才几天的事，
他怎么了？他现在在军部负责调查工作，他的手下有个叫野岛的，刚刚给我来过电话，你看看这个吧。军部那群人专门派人到福冈乡下你曾经生活过的老家，向你的亲人调查你的出身，他们怀疑你不是日本人，而且好像又向满洲发电查询。我觉得这事做得有些过分，你怎么看？哼，这些很正常，总有些吃饱了饭没事干的家伙，随他们去吧。看起来你很不在乎啊。我当然很在乎。你在前面冲锋，有人在背后打你的黑枪，那会是一种什么感觉？但愿影座别太过分，否则我会马上回东京跟他打官司。告辞吧。云子的身体康复的还好吧？代我问候他。对。影佐像个不散的阴魂，他在调查中村宫。刚才藤田所出示的电话记录虽然在意料之中，却给了他极大的压力。影佐查出中村宫身份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中村宫明白他没有多少时间了。喂，你好，我是云子。司令，董建飞被抓，我已经知道了。让我去审问，他不愿审，枪毙了事。可是我很久来上班，还是应该由他来审吧。是，我明白了。是藤田司令打的电话吗？怎么回事？他命令我马上回司令部，亲自去审讯董建飞。让你去审讯？难道中村宫不审吗？他什么态度？藤田司令说，中村宫的态度是不用审，立刻枪毙了事。我是看准鲤鱼下的钩，怎么钓到的是一条黄鱼？这样一来，不就证明中村宫跟共产党没有关系了吗？没有那么简单，这是疑兵之计。秦继军，哎，我看就由你去审讯董建飞吧，什么也不用问，你就用严刑拷打他，打得越重越好，声音叫得越惨越好，明白吗？我去审讯还要用严刑？秦继军，你养过猫吗？当你把猫崽子打狠了，旁边的母猫就会跳出来咬你一口。董建飞就是那只猫崽子，我就专等那母猫跳出来，懂了吗？哦，我懂了，我这就去。等等，我跟你一块儿出去，你先把我捎到一个地方。啊，你要去哪儿？去会白鸽，我想听听他还有什么话说。
报告。进来。哎，司令阁下。我听司令部里有人说，你是鹰佐军的心腹，对中村军你阳奉阴违，对鹰佐军却唯命是从，我说的对吗？请司令听我解释。你还监听中村军的谈话？他现在和云子住在一起，你告诉我，云子他真的是想当家庭主妇吗？这些都是鹰佐将军策划的，我只不过是按照他的要求去请而已。你是宪兵司令部的情报科长，你到底是听中村军的还是听鹰佐军的？我知道错了。你现在知道错了？你们一直使用了很多手段和方法，你们查到什么了？没有，什么都没有查到。什么都没有？哼，结果呢，是吴四宝在监狱里死于非命，鹰佐军最终也丢了情报机关长的职位，你明白这是什么原因吗？请将军指教。因为你们是一群废物，急于求成，想一口吃个大胖子。中村公是谁？他可是老牌特务，你们这群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鹰佐军的下场是他咎由自取。司令的意思是，从现在起你们的行动要听我指挥。这里有一份从军部刚送来的密函。全权赋予其责任，密切监视行动，若发现不轨即行逮捕。司令，军部情报局的武田义雄经查实是共党，和共谍佐尔格小组有牵连，但是在宪兵逮捕他时此人失踪了。对此人日本方面正全力搜索，另一方面东京怀疑他有可能到了上海，所以你要布置人手严加防范，密切关注中村宫，一旦他们有接触，你给我立即逮捕他们。武田出事，中村宫一定会脱离不了干系，既然我们有证据的话，为什么不抓他？当初保荐中村宫的人是山本五十六大将，海军部长米内光政也对他很欣赏，陆军和海军向来都有矛盾，你能明白这其中的厉害吗？只要我们一天掌握足够的有力证据，我们就根本无法说服那些人。事实上，我把他调来上海就是为了让他露出尾巴，我相信很快就可以知道他的真面目了，到时候就没人替他说话了，明白吗？明白。你去吧，你现在就去把我的话转告给云子。是。云子小姐。韦大勇，顺利吗？人都弄来了吗？顺利，两个都抓来了，关在地下室里。很好，带我去看看，顺便把你知道的情况都告诉我。是。你说萧传知道一个秘密？是，他说是老崔告诉他的。你现在不审他吗？不需要了，这地下室的门也别开。那你现在不想知道那个秘密了？
他不会说的。你知道人在什么时候才会吐真言吗？是在濒临死亡的绝境当中。不要让他们见任何人，不要给他们吃喝。我想最多48小时，他们就会绝望和崩溃，他们所有的秘密就会都吐露出来。我要的就是这个。可是我担心他们会不会……不用担心，他们也都是凡人，他们熬不过这48小时。我明白了。你们不要在外面抛头露面，除了我，任何人不能接近这里，懂吗？可是如果我们都失踪了，会不会引起那边的怀疑？没有电台联络，共党就不知道你们的情况。现在外面风声很紧，你们躲起来很正常。再说你们一起逃生，就两个人露面，他俩怎么交代？是，就按您说的办。太君，您在这儿？是谁在提审董建飞？啊，是梅吉班的情系中佐，藤田司令同意的。你听见他们在牢里都说了些什么？董建飞说了一大堆男女之间的事情，没一句有用的。这样吧，你去参加审讯，把审讯结果报告我。是，太君，人是您抓的，我觉得应该由您来审。是，我这就去。滋味好受吗？一点都不好受，每天都在做噩梦。知道为什么要把你关在这儿吗？太君，这吴四宝的死真的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他的死跟你是没关系，可是跟他背后的人有关。要是不把你关在这儿，那你不成靶子了？想弄死你不跟捏死只蚂蚁一样？太君，原来整个过程您心里都清楚，您一直在保护我。给我出过力的人，我总不会亏待他们。知道跟你关在这儿的那个人是谁吗？知道，他就是董建飞。他跟你都聊了些什么？也没聊什么，就是一直在谈女人，从床上谈到床下，还骂了好几声娘。一个共产党，你不觉得奇怪吗？太君，这一点都不奇怪。您说他不谈女人，他谈什么？是他发现的。英佐已经不在上海了，你也没必要在这儿待下去了，你现在就可以出去。太君，您的意思是要放了我？你想在这待上一辈子？
同志们再加把劲儿，争取在敌人到来之前把粮食和所有物品全部坚壁清野。是。大哥，怎么上海来电报了没有？都这么多天了，四号线电台完全静默，董建飞那边也哑巴了，上海到底出现什么事情了？两岸来电，莫斯科高级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问我们对杜鹃的真实情况了解多少。你看现在这情况，你看这样好不好？要不然我亲自去上海一趟，我就这情况。再等一等，你现在即便是到了上海，两眼一抹黑，不是更危险吗？报告首长，可以转移了。知道了。建飞，没想到你还是个硬骨头。星交出来。这太君，你找我。他们都问他什么了？情急中佐上来就打，什么都没问。你去问他同伙跟哪儿，他如果不说的话就直接上电一，看他说不说。是。将军，有个紧急电话找你。我是中村公。嗯，啊，是你，你说。哦，我知道了，我马上来。太君，嗯，上午在电视厂附近我们没有抓到那几个共党。附近都搜查了吗？搜查过了，有人看见三男一女被一辆卡车接走。三男一女？什么卡车看清楚没有？很像是虹口海军陆战队的卡车，这样的话我们的特工就没有办法搜查下去。虹口海军陆战队，这样吧，你去找石原大佐，就说是我要求的，他会配合你们，明白吗？明白。我记得有一次我中了你的埋伏，成了你的俘虏，你劝我离开军统。现在想想还是你有眼光啊。我劝你离开军统
是让你好好做人，可你却做了狗。待会儿咱俩聊完，我呢回家吃香的喝辣的，可你呢得回到那个又臭又脏的小黑屋子里，要什么没什么，而且随时有可能被拉出去枪毙。你是想让我学你？哎，没有，我绝对没有那个意思。我觉得你们这样做得对，你知道为什么吗？你想想，正是因为有了你们这样的人，我们这些人呢才能吃香的喝辣的，对吧？哎，我一直有件事不明白，想请教你一下。你们共产党不是一直讲究宁死都不投降吗？怎么我看见你把枪一扔就成了我的俘虏呢？你算什么东西？我是中村公的俘虏。这有区别吗？再说了，我还是不明白，你这个神出鬼没大名鼎鼎的董建飞怎么这么容易就当了中村的俘虏呢？是苦日子不想过了，想跟着日本太君过点好日子？说句实话吧，你是不是认为你找到了杜鹃就是死也值得？共产党没有怕死。好，那你回答我一个问题，假如你真的找到了杜鹃，但是你死了，杜鹃手里的情报谁帮他送出去呢？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工具。崇光堂地下室。崇光堂地下室。对，曾经有人告诉我，虹口崇光堂地下室是著名的杀人魔窟。这几年来，上百的抗日志士被抓进来，关进了这个魔窟里，没有一个人能活着走出去。都怪我，真不应该见你。不应该把电报的情况告诉你，不该带你去见魏大勇他们。老罗，你别这么说。这两个狗娘养的，我要是活着出去，我一定亲手宰了这两个王八蛋。这不怪你，是我们警惕性太低了，上了敌人的当。瞧吧，我非要亲手杀了他们。老罗，你是怎么跟他们认识的？啊，我是说，魏大勇、何风阳，他们以前都是我们码头支部的人。我真没想到，他们竟然是叛徒。这两个王八蛋。那四哥，之前认识他们吗？应该认识，否则像杨铁那样只闻其名没见过的人，不很快就被拆穿了吗？那就奇怪了，难道四哥一点也没看出他们两个有问题？四哥要看出他们有问题，那我们今天就不用在这个鬼地方了。你怎么老问四哥啊？你是不是怀疑他？
我没有，我只是有些疑惑，像四哥那么聪明的人怎么也会上当呢？都是让这个白根给闹的，连我一开始都怀疑是你。那你现在为什么不怀疑了？哎，你都到这儿来了，我还能怀疑你吗？依我看呐，这个白哥就是依林。哎，对了，老郭死的时候说得很清楚，这依林一死，我们自己就开始瞎折腾。这也许就是敌人的计谋吧。老罗，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他们都不是白哥。他们都不是。那你说这人会是谁？这还用问吗？只能是我了。你，真的是你呀！要出事儿！坐坐坐，出什么事儿？别理他，喝咱们的。老魏，罗长发是个死心眼儿，他要是真的把萧传杀了怎么办？老罗，你掐死我吧，反正我也不想活了。你害死了我们多少同志啊！我就是白哥，你为什么不杀我？那娘们想骗咱们开门，别理她啊。不行，老魏，你去给云子小姐打个电话，这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你跟我都吃不了兜着走啊。他们要全死了才好的，你快去。不许偷喝啊。谁偷喝？这种事不要再打电话来，我就不信他真的想死。不要理他，他熬不住的时候就会把秘密说出来，你们懂了吗？就这样。秦细菌吗？别说出我的名字来。情况怎么样？端木星在审。电刑上了几次？别再审了，先把他送回牢里吧。看来他真的不上钩了。到底是谁不上你的钩啊？嘿，我恨我自己。老罗，别碰我，我们不是一路人。老罗，刚才我之所以那么说，只是想试探试探你。你试探我？你把我当成他们同伙了？我不得不这么想。你想想看，一辆囚车里救出了四个人，三个人都是鱼钩，三个人都是特务，这太可怕了。可惜四哥还蒙在鼓里，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还是想想我们自己吧。
你原本就不属于会乖乖待在家里的那种女人，看样子你把办公室搬到这里来了。司令，实在对不起。你什么都不用解释，小林已经把我的话都告诉你了吧？是的，我已经知道了。那好，现在你把所有要对付中村宫的计划都告诉我。银佐将军，他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我头上，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也不是一个男人的作为。你先不要这么激动，看来银佐军的确有些急功近利，所以输给了中村宫。但是你也不是一点责任都没有，银佐军这一点没有说错。你现在和中村宫共处一室，一起生活，可你却没有找到他任何可疑的地方。现在我在家里，一方面是麻痹对手，另一方面也是趁他不在的时候排查他所有的物品。这段时间以来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但是我能确信，如果老师真的是杜鹃，那么他的密码和情报母本一定是隐藏在家里。我又要打扫卫生，又要检查老师所有的物品，这个工作难道不重要？难道不需要在家里吗？啊，原来是这个样子。所以说，在对待中村宫这个问题上，你和银佐君一样，都是有心无力，束手无策呀。不，我跟银佐将军不一样。说说看，怎么不一样？是你吗？你怎么样了？欢迎光临。有点急事，我就把电话打到你值班室了。出什么事了？我接到报社的电报，紧急征召，我要搭明天的飞机回东京，可能要到别的战场。是去哪个方向？还不知道，电报上只是写紧急征召，情况紧急，不回去不行啊。你是东麦新闻的王牌记者，难道真的要出大事？可能是跟北上南下有关系吧，军情紧急。你那儿的进展怎么样了？我抓住了董建飞。哦，你跟他接触了吗？没有，我让藤田先出面，现在是梅机关的亲戚，对他用了刑。时间这么紧，你应该马上跟他接触。你还把他放在一边，还给他用刑。董萧，什么意思？原来还有只猫，但那只猫死了。吴四豹死以前知道了是银佐在灭口，他就在床上留下了这个草字头。我判断他是想写下谁的名字。我去以后把床上的草字头给涂掉了，没人知道这个秘密。可是吴四豹的话也不能全信吧，万一要是个圈套呢？是。董建飞抓到了，萧传却失踪了。萧传是躲起来了。他要躲的话，早就躲了。
为什么非选这个时候？是是，你的判断有道理。可是董建飞，你就不管他了？我当然要管，但要等到我看清楚以后。这么快就能看到？这是今天的运输机送到的，我明天就搭这边飞机回去。怎么了？山崎机械厂，歇业清算，要出让209把椅子，68张桌子，1008件工作服，366条裤子，2145只手套。刚刚接到报告，上海的共产党地下组织已经被叛徒出卖，遭到破坏。中村君，你这次前去前途险恶，请多保重。武田君，你人在东京就如同身在虎穴，你要多保重。我不惧生死，生死奈我何？我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一旦我有事，我就会在这报纸上登出告示。我知道了，那就让我们共同努力，克服困难，去完成佐尔格和尾崎君他们没有完成的任务。坏了，是武田君出事了。怎么回事？这是摩尔斯密码，你稍等一下。到底怎么回事？武田义雄是军部情报局的副局长，我能从东京来上海，他出了很大的力，他暴露了，军部正在抓捕他。那要是这样的话，你的处境更糟糕了。他告诉我，有一份极重要的情报藏在东京的南门町，他用这种方式通知我，那这份情报一定是有关日本的战略决策。情报在东京，可是你人在上海。你明天回东京对吧？我跟你一起走。你也回东京？这份报纸情报局的人也能看到，
摩尔斯密码并不是不可破译，英佐就是高手，我必须要赶在他们的前面。可是你已经掌握了足够的情报了，没有必要再冒这个险了吧？我的情报是靠推测出来的，武田的情报一定涉及到了核心秘密。可是你现在回东京也是九死一生啊。我必须冒这个险。回东京。武田在日本刊登的告示促使中村公下决心冒险回东京，因为他知道武田的情报一定非常重要。中村公和影佐是老对手，影佐的能力他也很清楚，如果不尽早地赶回去，这个情报就有可能落到影佐的手里。但是用什么理由回去正当而又合理呢？还有万一去了回不来，已经掌握的这些情报又如何转交到延安呢？老师，您这么早就回来了。当中村公看见藤田在屋里，他心里立刻就有了主意。藤田君，我在外面找了你半天，你到我家里来了。啊，我是来看云子的，他住院期间我倒没有去看过他。朱村君这么着找我有什么事吗？我想向你辞职。上海的这个事我不想再干了。辞职？你说你要辞职？这个事情你下决心了？不错，打从我一到上海就有多少只眼睛都在盯着我，影佐不用说他了，就连小林都敢窃听我的审讯。哼，藤田君，如果没有你在背后撑腰，他们敢这么放肆吗？啊，这个误会可闹大了，我什么都不知道啊。小林他竟敢窃听你的审讯，这小子是吃了豹子胆了。行了，别演戏了，我又不是傻子，我在前面抓共党，你们在背后打我的黑枪。你既然怀疑我，那好啊，董建飞我不审讯了，啊，这件事情我还不插手了。哎，肯定是你想多了。你想想，就算影佐以前和你有过节，每一次我可是都站在你这边的。军部调查你的身世，我不也马上就告诉你了吗？如果有人说你不是日本人，还在背后调查你，你还能干得下去吗？正所谓人正不怕影子歪，不管别人怎么说我都不会介意的。可是我介意，这都是影佐之流的恶意诽谤，我中村公平生最恨的就是这种小人。哼，表面上道貌岸然，一肚子男盗女娼，使绊子传黑话，借刀杀人，过河拆桥，骂人不吐脏字，心狠手辣，毫不留情。在这种环境下我能工作得下去吗？我也累了，正好游山玩水，乐得清闲。可眼下中国到处都是战场，你想游山玩水准备去哪里啊？哦，我想起来了，最近东京来了几个很有名的歌舞伎，不如我们一起去看看。啊，云子啊，你可别吃醋，我要带中村君去开开眼界，你呀就需要好好放松一下。我看可以，只要不动手就可以。啊，这么大度的老婆可不多见呐，你可要珍惜呀。中村君，来，我们走。老师，那我在家里做好饭等你回来。
慢走。好。辞职。将军，进来。我们在武田家里搜到了这个，什么东西？是一份在读卖新闻刊登广告的账单，我们觉得可疑就送来了。山崎机械厂清盘通告，这是摩尔斯密码。哦，这个武田是情报局里数一数二的密码专家，他这是在通知谁啊？读卖新闻是日本的第一大报纸，每天读他的人不计其数，他通知谁都有可能。如果是这样，那我们怎么办？武田不可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日语的词汇非常简单，用摩尔斯密码很容易就破译出来。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歌舞伎，我是想和你面对面的好好的谈一谈。哎，司令啊，你太让我扫兴了，我本来真是想到你这里来开开眼界的。你要开眼界以后有的是时间，说说你想去哪儿。我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很感兴趣。啊！要先去这里，扬州。在瘦西湖上泛舟，一定是别有一番风趣啊。然后再去这里，青岛。啊！再顺着交际线，泰山。啊！然后就往西去，洛阳、开封。如果有可能再往西一点，敦煌。这可是我心仪已久的好地方。中村君，你可真会挑地方，不是靠近新四军，就是靠近八路军。他们要是把你抓了去，你不怕吗？那有什么办法？游山玩水的好地方全在这里。
北平、南京我去过了，我已经不感兴趣了。我们别绕圈子了，我知道董建飞已经被你抓了，你却没有审讯，所以我担心你是不是有什么包袱。当然了，我一个堂堂正正的帝国军人，谁能够忍受在你的背后打黑枪？既然如此，我提议你去一个地方，你看怎么样？哪里？回东京。如果你堂堂正正，你可以当面向军部提出申诉；如果你打算回日本，我立刻帮你批准飞机。但是，我有一个条件，董建飞的事你不能不管，我一定要知道共产党的秘密。藤田君，这可是你说的。好吧，我答应你，明天我就搭机回东京。藤田本想拿话压中村公，他以为这种情形下中村公不敢回日本，可是他哪里知道，这正好中了中村公的圈套。他等的就是藤田的这句话。老师，吃饭了。我做了您最爱吃的菜，请尝尝看。哎呀，真不错，你的菜做得越来越好吃了。老师，您真的要回东京吗？是啊，搭明天的飞机。你东京有什么事吗？啊，我没有什么事。不过，您走得这么急，上海的事您就不管了吗？你指的是董建飞？司令来找我，他说那个家伙死不低头，问我该怎么处理他。我跟他说过了，就一个字：杀。审讯是浪费时间。我也是这样告诉司令的，他刚开始有些犹豫，后来也同意了。那藤田君没有说什么时候执行？他说先关几天，没什么价值了再杀。啊，你烧的这个菜如果刚出锅的时候不吃，等凉了再吃，那还有吃头吗？您的意思是？我看事不宜迟，就今天晚上吧，我亲自来执行。喂，找端木星接电话，我是中村公。哎，你给我听好了，今天晚上执行对董建飞的枪决，由你来执行。对，我会到场。晚上8点吧。好，就这样。城下血染了我们的性命，孤军奋战落霄山上，血染了我们的。
东晋东晋，我们是铁的心死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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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上枪毙董建飞，我去准备一下。谁的命令？中村太君。老师，您真的要把董建飞杀了吗？你不愿意他死吗？没有，我只是想，这样会不会太急了？等您从东京回来也不迟啊。早一点处理掉的，不是可以省去很多麻烦吗？喂，你好，我是云子，我找藤田司令。中村公急于枪毙董建飞的目的，其实是试探。他马上要去东京，手里掌握的情报必须立刻送出去，这是一个机会。要把事情做绝，然后看看所有的这些人，他们到底是什么反应。他们这么快就要枪毙你？中国不死，我死又何妨？伙计，还是好好想想以后怎么做人吧。嗯，